棒棒 ，OK 了吧？艾德的雨琦以活泼开朗的性格和极具反差感的甜蜜烟嗓圈粉无数。近日有网友在微博分享了他回到中国录制节目《一起露营吧》的路透画面。虽然这档节目尚未正式官宣，但从画面中可见，除了雨琦外，还有魏大勋、尹正、张延琪以及曾在南韩活动发展的周杰琼。影片中，雨琦不仅现场教学，带领众人跳 Tomboy。左边，右边，棒棒 ，OK 了吧？完了，棒棒棒棒，还有一段他和周杰琼身穿吉利服可爱互动的影片。没想到隔几天，陈伟霆便在微博晒出了与班底们的大合照。这波偷跑物料、自行官宣的操作，也让雨琦转发笑称史上最不受控的路人们。